那个时候为了限量，你看啊，就是金光闪闪啊，基本配备哦，手的挂罗勒，不是今麦挂佛珠，哎。那时候他心情不好，就是发脾气呀。他讲道理，他反正他都听不进去呀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买美味的蛋糕哦。哎，感恩哦。